HRV 是什么意思呢？HRV 它实际上是我们艾滋病病毒的缩写，也就是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的一个缩写。在初期，它可以出现一些非典型的临床症状，比如低热、咽痛、周身不适，甚至皮疹、关节痛等不典型的症状。这些症状都是一些非特异性的表现，艾滋病只有到了艾滋病病期才会出现一些典型的症状。